那经我们检查有发现有撞到头部的情形，头部有一些外伤还有耳漏的情形，所以我们立即要将他做处置之后送往卫福部嘉义医院做治疗。一般中暑的时候通常都是在外面阳光比较强的地方，如果有发现自己有头晕或者是不舒服的症状的时候，要立刻找阴凉的地方，把衣服如果穿的比较多的话，要把衣服稍微解开，让它保持良好的通风，然后赶快补充水分。